十六节讲的就是说，如是六根种种境界，各个自求所乐境界，不乐于境界。眼根常求可爱之色，其他的耳根常求可意之声，不可意之声则生其厌。意根也是一样，眼根也是一样，常求可爱之色，然后不可爱之色则生其厌。这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习性都是这样。你的六根接触六尘之后。 你内心里面有一个框框，有一个毫无标准，符合你的框框的，你就贪就要，希望它越多；跟你那个框框标准相违背的，逆我则非，你就要排斥，你就要抗拒。而、啊、我们的六根都是一样，像我们看到那个富丽堂皇这些，诶、欸、我们就心向往之；如果看到那个尸体啦、死亡啦，看到这些，觉得。 肮脏了，那个不吉利啊，就要逃避，所以我们都在那里趋乐避苦，所以佛陀就跟我们讲，就是说，像众生这样的话呢，都是一直在那里啊趋啊乐避、啊、苦哈、啊，然后这在逃啊跑啊追啊，没办法静止下来。好，呃，我们再看这一经经文的第三行下面这里，此六种根，其有利者。 贪能自在随觉境界，这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个六根它就像心猿意马，六匹心猿意马哦，六匹心猿意马哈、哦，它不断一直都在向外搜摄、向外攀援。你的这个六根哈、哦，它就像六匹的那个心猿意马，六匹心猿意马，它不断的向外去攀援、去抓取，各个都有它的目标。 哪个光看潘下刚六根都各怀鬼胎，都各有各的那个他想要的这这些，耳朵就去抓他所要的那些生成，眼睛就去抓他所要的色层，舌头就去抓他所要的这些味层所以你的心很难能够静止下来。那如果说你没有透过文思，没有透过修行的话， 你的心呐、啊，就是这样，一个心猿意马，就是不断的在境界滚滚红尘里面打滚了、啊、那今天你要能够收摄下来呢，必须要有修行的文思，还有要有定力、精进力。这个就以后我们会讲到五根五力，你的修行的动力一定爱出来，这样你才会能够收摄下来。所以说，此六种跟其有力，这个力就是说你有收摄六。 根的这个力量，你有精进用功的那个力量，这样的话哈、哦，堪能自在，你这六根这六匹马，它才会慢慢的统一过来，才不会就是说那个各走各的这样，也就是说你才不会成为境界的奴隶了随觉境界，你到处你都是有你的名觉觉性，你不会成为境界的奴隶。 像这样嘛，如彼是夫系六众生于其间住啊，正出用力随意而去，往返疲极，以绳系固，终依于住。就是说，这原来这六匹那个六匹新猿意马呢，总是一直向外去攀援去抓取。那你现在改人拔起来，拔的几条啊？爱人的因最初他们不适应啊，也得点碰啊，但是慢慢的他们就会。 乖乖的下来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启示。好，我们再看后面的，发现这个地方，兼住者，譬如生念处啊。若善修习生念处，有念不念色，见可爱色则不生早，见不可爱色则不生厌。也就是说，你见到可爱色呢，你不起贪；见到不可爱色呢。 不起嗔，于可易法不求欲，于可易法就是尬概也定改啊。于顺境呢，可以法没有贪心；对不可易法呢，也没有嗔心。所以是故比丘当勤修习多住神念处。这里哈、哦，我们看法医，后面法医分享，就是说。 凡夫是活在自我的世界里，自我的世界是二元对立的梦幻世界。每个自我都有他的要与不要，遇到可以静就拼命抓取追求，遇到不可以静就沉恨排斥。因为欲望无穷，所构筑出的苦海也就无边。注意这句话哦，众生如果说你没有回来修行，那你一直就会在那个欲望堆里面一直的打滚呐、啊。 成为欲望的奴隶呀、啊！欲望无穷，所以你构筑出来的苦海就无边了。这就是佛陀所讲的那无边的苦海那个意思。所以你要去看到自己的那些苦不安，都是落入在自己的那些欲望堆里面，成为欲望的奴隶。所以修行就是要收摄六根，让身心渐渐柔软、沉静下来。 以便对宇宙人生的实相进行如实的观察。只要你能够如实升观到实相而不去污染，你就会离开二元对立的梦幻世界。这样大家知道，就是说那个用功跟从滚滚红尘跳脱出来，然后能够解脱自在，这都是讲到那个关键点重要的地方。所以用功，你要修行用功，就是要了解。 轮转门跟环灭门，这个要清楚知道。前面这里他讲到一个重要的地方，就是说哈，你要让这个心猿意马，这六批心猿意马要能够收摄下来，系在那个肩柱上。这里有讲一个答案，就是说身念住、身念处方面，也就是四念处的第一个步骤。你有系在身念处方面的话，他慢慢的心猿一马就会静下来。 啊，如果再讲具体一点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够随时在各种动作之中，包括上班、走路、工作之中，你都有清楚回来觉察到你身体的这些变化，你身体的动作，你走路的步伐，你的举手投足，在讲话的时候，你有清楚的听到你当下讲话的。 声浪、讲话的声调、讲话的快慢、高低，你都能够听到，这都是属于回来到神念住上面来，动中禅的应用。这样子啊、哦，这是动态之中。啊，如果静态的时候，你要静态坐公车或是休息的时候，或是可以静下来的时候，你就把它系在出入席上。 回到自然的呼吸，把你那个觉知力回到呼吸，这个呼吸也是属于生念住的一部分。你在动静的时候，你都可以让你的心免疫马收摄下来，收摄下来，然后你就可以当下去体悟法、看到法，这样子、哦、啊。开车怎么办呢、啊？不会分心掉嗎。不会呀、啊。 你开车，你就是面对当下的清醒觉知啊！你有在修试念住的人，你有在修行人，你开车那是更是清醒明觉呀、啊！而且，你身心是柔软的，不会冲动。当你有清醒明觉在每一个当下的话，你的车祸方面也会大幅的减少，比例会大幅的降低。 十七十八，17, 18, 这里很简短的。什么叫做一切呢？佛陀讲说一切就是用咱所要修养的一切重点啦。你那这无切入家哈，啊，你个对阿讲你读哪些经典哈，个对阿哪些那个都还在心外求法。所以佛陀就跟我们讲说，一切者为十二入处啊。你别永刚的所在啦，龙是的家啦，眼色一样，用这个。 用这个符号把它用一下哈，因为它这都是一对一对的，眼色、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处意法，四明一切。也就是说，你真正的用功，都是在六根跟六尘接触的当下。禅修的时候也是一样哦，都要去看到。 你六根跟六尘接触的那个当下，你打坐的时候观出入息也是一样，都是在跟尘接触的当下。你在吃禅修的时候，你在吃饭也是一样，在那个过程你要去看到你那个舌头跟味觉接触的那个当下，你能够回到这里来去看到它一切的无常生灭。 变异，体到无我，这就是修行解脱的重点所在的核心。所以这就是佛陀所跟我们讲的：你要修行，你要解脱，究竟解脱，整个重点的核心都在这里。这样子哈、哦，所以佛陀都跟把我们那个重点能给人点出来，这样你就不会浪费生命。我们再看十八节。 什么叫一切法呢？前面是讲一切，那后面是讲一切法。眼、色、眼、视、眼、触、眼、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，不苦不乐。你这个若苦旁边写一个嗔，若乐旁边写一个贪，不苦不乐旁边写一个痴，愚痴的痴，贪嗔痴。不苦不乐是痴，在。 异处因缘生受，若苦若乐，不苦不乐，是名一切法。一切法就是讲一切世干架、疏疏毁毁架、苦害啊，滚滚红尘的这些一切现象啊，都是因为六根跟六尘接触之后产生六识，然后这个心往产生种种的法贪嗔痴出来啊，我慢。 这个会产生很多的这些法，就是说这,这个法相总统法啊，就是、种种法啊，都是因为我，我叫种种法啦，所以才需要那些法庭啊、法官啊来处理啊。但是他们所能够处理的，也都只是外面的这些啊。你真正内心的这些法，那些苦啊，不是法官、法院所能够帮你解决的。前面是说一切。 后面是讲一切法，一切是讲说六根跟六尘，因为它可以是中性的存在，你知道不？六根跟六尘，它可以是中性的存在。但是如果你六根跟六尘接触之后，你产生那个贪嗔痴啊，那这整个那个世间的这些无边的苦海就这样出来，所以这个叫做一切法。 因为有这些贪嗔痴无边的苦海，所以才需要种种治病的法出来。这样子啊、哦，哎，白不？所以这两节它有不同的地方，一切跟一切法要把它区分出来。好，一切就是你的世间了，你的世间不会超过你的六根与六尘接触的范围啊，这很重要啊、哦。所以我们上次也已经有跟大家讲过，三命叫做色干。 上面叫做烈苦海，烈色感血上面，你要清楚的认识出来，你才知道怎么样出世间，怎么样处理那个苦海。这前面的那个课堂已经讲过了，每个人的世间都不一样啊，因为每个人的理想、欲望、梦境都不同啊。这个哈，就是让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说我们一般众生哈。 在这个滚滚红尘里面呢、啊，一直的忙忙碌碌啊，到底为何辛苦？为何忙？如果没有停下来的话，那我们就是跟着众生一直在这个滚滚红尘里面，这样忙忙碌碌,碌。而、啊、且这个就是北二高，北二高，这是在中河中和那个航路的头顶下拍摄的，那个地方蛮高的啊，可以看到整个大台北市啊。 那你看，在这个地方里面聚集好几百万的人口啊，光是这一张幻灯片里面所显现的，就聚集好几百万人口，众生都脚步啊都很快哦，都一直很快啊，包括现在让高速公路一直在那里，在那高速奔跑。那你看哈、哦，你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把那个生命的意义找寻出来的话哈、哦，我们都会像，就是像这样恐龙的一直在吃，一直在吃啊。 哦，我们一看说，哎，那动物它是一直在吃东西。那我们人类是有智慧啊，我们有生活目的，有生命意义哈、哦。我们上次好像有跟大家讲过那个四种食，有没有？你慢慢的去过滤，慢慢的去看哦。一般众生在忙忙碌碌之中，都是在四种食里面戏中食物来的哈、哦，都是在这四四种食里面打滚哦。 你要慢慢去体会哦，吃的对象、吃的那个表象不一样而已，但内容一样的哦。要去看到，就是说众生是在食物链的苦海之中、食物链之中在不断的循环哦。不要以为说恐龙它是吃东西啊，吃那个食物啊。 啊，我们人类有更高的智慧，我们有那更高的这些目的，有高等的这些智慧。但是你看，佛陀就把这个都解析出来。一般的众生是吃东西，在四种食里面就是属于出团食。啊，人类智慧比较高，会进入到粗第二个是促食，第三个呢，意思食，意思食哦，第四个。 五蕴那个色受想行识那个事，那个事实，你要去看到众生是在那个食物链里面，在一直在吃吃跟被吃吃跟被吃，你吃到你就高兴，吃不到你就痛苦，还有要被吃你就会逃跑会痛苦，所以都在食物链里面呢、哦。这个大家慢慢去看，慢慢去求证啊。 好，所以说，如果你没有静下来去反观的话，哈，我们所吃的都是在四种食里面你不断地在在吃，在吃，那跟一只恐龙不断地在吃也差不多。所以我们要去深度的去看出来，众生一直在这种忙忙碌碌的之中，呃，每天都在一直在进进进出出，忙忙碌碌。那你说好，我赚钱啊，那我奋斗啊，我都凭着我个人的这些才华能力去做啊。但是生命的意义在哪里？ 要找寻出来，生命的意义在哪里？要找寻出来。如果你有的人认为说，哦、我就赚很多钱呢、啊，啊啊，这个有钱吼、哦，讲话都当盖大声；，没钱讲话无人听。你认为说有钱之后，我就可以成为阿哥、呵呵大哥、啊。如果用你在这方面的话哈，那你都看不到那个生、生产生命的意义啊，那就会跟着一般的众生，在这个滚滚红尘里面一直的走。 一直的冲刺，所以有一次我在其他地方上课的时候啊，跟大家提到就是说，哎、欸，你修行的时候，你要慢慢把你的身口意脚步要慢缓和下来，不要一直冲的那么快啊，要缓和下来。当然，这不是说刻意慢的，而是一种展现出那种柔软出来。就有学员就提到，就是说，那现在是工商业社会，大家脚步都那么快，都很快啊。那这样，那我们如果慢下来的话，那紧紧的输让你啊。 我们这样好像就是说，认为说这样就会学佛的人就会吃亏啊，就会好像竞争不过别人呐、啊。我说，你这样好，表面上理由好像对哈、哦，但是你有没有下来升官？好，我们继续看下来，你这样一直忙忙碌碌，一直的这样在这个滚滚红尘里面，每天上班下班，上班下班，一天一天的过，一年一年的过，一个月一个月过，啊，一年一年就过了，你很快哦，很快。 一生也会过、哦，大家脚步都很快，一直的这样都在拼速度方面的越来越快。那你知道大家到后来到哪里去知道吗？啊，怎么都跑到这里来？这样知道吧？古今将相今何在？黄种一堆草木了。那、啊、看这些，你不会不是说啊？那这样好像学我就变成好像那种悲观消极，那不会认真积极奋斗。 绝不是这样哦，佛陀他对他本身的生命没有放逸啊，他是没有那些悲观消极那些啊都没有啊，佛陀是很认真的对待自己的生命，也很认真善待一切众生啊。 正是因为出世间法，他的思维的角度跟世间习以为常那种思维角度有很大的出入了，很大的不同。所以哈、哦，我们要去了解，就说，哎，那你古今将相今何在？荒冢一堆草没了，一直忙，一直的忙，忙到最后就是来到这个夜总会俱乐部。我们要停下来去思维，我怎么样把这个生命意发挥出来？怎么样真的能够？ 利己利人，自度度人，把那个生命的发挥他的那个最高的效用出来。经济上有一个就有一句话叫做那个发挥什么效用？哎，那个边际效用发挥出来。你真的学佛的人，真的有政治证见的人，他的生命是过得非常充实，生命的方向感他都清楚知道，不是茫茫然，绝对不是消极悲观的。 所以他能够善待每一个姻缘，不然的话，你就是这边一直在忙啊，在这个滚滚红尘里面忙忙，那人家脚步很快，你也跟着快，快到后来，人家走到这里来，你也跟着人家走到这里来。哈哈哈，所以要找寻出那个生命的意义，要了悟生死大事。OK，好，再，就是建议大家有时候要到一些大医院去看看。 像台大啦，或是龙总啦、长庚啦这些大医院，有时候要去看看，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的天使都在跟我们视线生老病死。佛陀以前是出四个城门看到这些生老病死了，那我们现在立刻帮忙立马看不,呵呵不容易看到了。你到台北四个城门，你也不容易看到那些，但是那个集中在。 大医院，生老病死都不断在跟我们，那天使都不断在告诉我们佛法，告诉我们真理实相。所以有时间大家到大医院去走走，去看看。你看哈、哦，在其他地方上课的时候，有一个人，他就老菩萨，他就跟他就讲说啊，你说是要去体会生死死亡方面，那我对这个死方面，他说他不怕死啦，但是他怕生病啦。 他是说他怕生病，但是不怕死。事实上，你以为一死是一了百了，事实上，生病它是死亡的一部分呐、啊，知道吗？因为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啦，所以你怕生病方面要逃避那些，事实上，深层里面都是对这个死亡方面不能够接受、啊 然后你越怕，越容易产生疾病。你一个人，你说多潇洒？你看，你要到这些中心去了解呀、啊，去看看呢、啊。你要健康的时候，就要去体会生老病死啊。在一个再怎么撞见的人，当你这样脊椎受伤，坐在轮椅上面，你要去体会那些苦，体会那些无力感。我们最好能够说，在别人。 天使跟我们视线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去体会到：一方面珍惜我们的这个身体，喜福喜缘；一方面可以避免自己又是迷迷糊糊的重蹈覆辙。那你看，这就这也是在龙总那边拍的，这他已经是几乎就是说，他的生命是走到了没有选择的余地。 所以在他的脸上看不出光彩，他的生命看不出喜悦，他面对死神只能够怎么样低头啊，无奈的接受啊。所以大家要慢慢去体会，你不要说我现在年轻，我现在漂亮，我现在力壮，我现在事业很有成啊，这些好像对我都很遥远啊。如果你现在没有深入去体会你。 很难珍惜你每一个当下，你不容易说去珍惜、去感恩的。我们要慢慢去体会这些。再來就是说，哎、欸，你看，这是旁边这个是看护了。那你看哦、喔，你一般面对这个、面对这个天使啊、喔，我们都怎么样？麻痹不知啊，在不？都以为这是你呀、啊，你刻衰呀、啊。 啊，我我不是啊，<laughs> 我们会常常都会疏忽了这些天使在告诉我们：，你在他旁边再相处再久，你醒来你马想讲，哦，我是该你照顾，我是被我是看赚你啊但是这样，你很难说他是天使在告诉你法，在告诉你真理实相，无常，在无我。 你面对老病死，你又能够怎么样？所以人类的那些我是我能我慢，都是要病老病死来折磨啊，来让你你看你偌厉害，你越厉害就有越大的这个黑洞，来让你知道说你那个我是我能我慢都是无济于事。在旁边的时候，你就要去体会，去体会啊！你不要以为说是他。 好，现在假设他是七十岁，那你现在算你现在是四十岁，你要看到就是说，他是在视线。如果我们没有好好修行，我们没有好好去体会，那我们一直这样滚,滚在滚滚红尘里面下去的话，他是在视线三十年后的我、啊，这样知道吗？你现在是四十岁，他是七十岁的话，他是在告诉你，那三十年后的我就是这样了、啊。 要去体会佛陀就是从这些众生所展现出来这些法里面去体悟，相当的震撼之后，哎，怎么样去处理这种生死轮回？在前面这些一个系列，然后后面这里我们用一些比较轻松的，用一些比较轻松的。本来这一系列是要继续介绍比较深入的进去的，但是想说有时候也要让大家从一个。 大自然的广场社里面来来了解，看一些比较轻松的。那再来这些，就是说，我们从老子《道德经》里面对那个水方面的启示体悟，哈，非常深哦。有没有？大家看过《老子道德经》吗？有没有？是这样哈、哦，《老子道德经》，你不要把它认为说那是道教、道家、道教的，不是这样。它有很深的这些启示，要去看。 那老子他个人，他从这个大自然里面体会到相当深、相当深入的这些法。然后老子他又尤其对这个水方面，他有相当大的那种体悟。所以老子对对这个水方面的体悟到很深的这些人生哲学。那当然，禅宗里面也蛮重视的。禅宗因为他也是跟整个那个大自然融融合融合的哈，所以禅宗事实上真的那个开悟的那些大禅师哈。 那他们都是跟大自然融合的，所以他们会会提到，就是说，牺牲、尽是广长舌，因为这个溪水，它就是告诉我们法相，告诉我们真理哦、喔。这個我们要慢慢来看，溪水它怎么样告诉我们法印？它怎么样闪现出那广长舌呢？你现在会看的话，以后你接近大自然，你都可以去见到法，他们都在告诉我们真理实相。你会从。 水里面去看到，你也可以从云里面去看到，你也可以从台风里面看到。这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点，那大家要以此类推去看。我们现在来看，你看流水，它哪一分哪一秒停止过？都是一直一直的在刹那生灭变化流动流动。流动 如果你没有去见到法的话，哦，我去年来也是看到这些水，今年来也是看到这些水，我们都以为是相同的那些水。你没有去体会，它每一分每一秒，它这个都是不断在变化。所以，我们身体里面的水界也是一样哦。每一天，我们身体里面的水界都是不断的在进出、变化、流动啊。所以，我们看大自然的法，一样看到我们身体里面的法，这些。 这个就是我们的外身，外身。以后我们讲四念处的时候，会讲到内身、外身、内外身。这以后没讲到，这只是说把我们的内身再把它放大出来，让我们看，这样子哈、哦。流水它就是在不断的、一直的在告诉我们，法真理，每分每秒都是不断的在。 变异，变异，这都是在告诉我们无常法印，无常，无常，刹那生灭变异，都是一直在刹那生灭变异的。你看起来表面上好像没什么，但是事实上它都在流动，流动，诸行一切都在行，都在变，都在动，每一分每一秒它都不同。 不一样，在要观色如什么？观色如聚沫，观兽呢如水上泡。哎、欸，你看要去看看，所以他这个在告诉我们：你看那个是水上泡哦，它一一冲烧出来，它会泡沫出来，然后它没多久，哎、欸，很快就消失。所以你要慢慢去体会到，你的所有苦乐候也是一样，都是。 升起来又升起来，然后它一样注意面，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真理实相。你看，每分每秒都是一直在流动、流动、流动。那你不要以为说这个石头里面它没有在动，石头里面有没有在动？有啊，有啊，它里面都是原子、啊、电子啊。 石头里面的这些原子电子一样啊，很高速的在动啊，所以一切都在变动。只是说这些水啊，它比较明显的流动变化，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的去看出来，它都是一直在动在变化。这个是一个无常反应。再来要去看到流水啊，它有蛮重要的，就是说，你看啊、哦，我流到哪里，如果这里有阻碍的话呢，我就。 绕，这样知道吧？就是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过，说，诶，到这里我就弯就转。上次我们有跟大家讲过，就是说，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。所以那个水它的柔软性啊、哦，也是让我们可以去体悟。如果我们的心很僵硬的话。 你处处都会跟境界摩擦冲突的。我们心能不能学习着这种水跟我们起示的？诶，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因缘，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，那种柔软度要出来，身口意的柔软。为什么说以后我们进入到三秒型的这些修行，你身口意它会展现一种柔软出来？所以要去体会那种水的柔软。你看到、啊、它这里，诶。 环境需要我这样转弯，然后我就转弯，然后到这里遇到碰到，那我就转弯，所以它都是随顺每一个因缘，当下因缘。你看，在转弯转弯遇到境界，哦，那我需要转弯，我就弯。所以你看，都是这样。这里有石头，好，没关系，我旁边过啊，我不跟你骑，那就硬碰硬啊。流水的那一种柔软度，是非常深的启示。 再来，谁他都是愿屈居下位，这又告诉我们，一个人，你真的默默流水，他默默的在长养万事万物哦、喔，他默默的在让众生应用，但是他又都是屈居下位，他不会去跟你炫耀，不会去跟你争功，也不会要出人头地。 所以不会去抢功，那他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，你需要喝，你就拿去喝；你需要灌溉，你就拿去灌溉；你需要什么样用途，你就拿去用。然后你不需要，你就倒回来。哎、欸，他又接受。遇到什么境界，哎、欸，我就是柔软来善待一切，善待一切因缘。所以你看，遇到这里啊，我就玩，就转。所以那个水方面，它可以告诉我们很多的那种人生哲学。你能够。 默默的奉献，默默的去做，这是无条件、无所求的默默去做，但是不争功、不记名、不求利，把那个生命的实质意义展现出来。所以，流水、大自然都在告诉我们最深层的法。所以你看，他们一直的流，一直流，你的中心需要就拿去用，啊，没有啊，他们就是一直流，然后都是愿屈居下位。 你看，这个都在告诉我们，分分秒秒都是一直的在刹那生灭变化，这就是“牺牲，近是广场舌”，告诉我们无常的法印。那你看，有流水，因为有水，所以我们这个花才能够开出漂亮的花朵出来，这就是水利万物利这利益了，利益万物，然后又。 不争功，所以他也是要默默在告诉我们那一种无我的精神，无我的精神。我们能不能从中去体会？哎，啊，佛陀就是这样去做到，佛陀就是这样去做到。他体证到无我之后，然后他他就是看着观察那种大自然那种这这些启示，然后他佛陀是这样默默去利益众生去做对众生有益的事情，然后又是不争功、不求名、不求利。 真正把那个无我的精神展现出来，流水一样在告诉我们无常的法印跟无我的精神，所以都是一样，默默的在养育众生，然后不争功。你看，你这样漂亮的花朵也是一样，都是需要水的地界、水界、地水火风啊。我们今天是偏重在介绍水界，他们的那种默默的这种长养。你的生命，每一个众生生命的存在。 都需要流水默默的滋润、张扬。当你能够去体会这些的话，那你一方面你会感恩的心会出来，一方面除了体悟无常以外，去体悟那个无我的法印，真的把那个精神展现出来。所以，一个真正修行、一个真正解脱的人，他绝对不是消极悲观的，他是积极乐观，把那个生命的那一种边际效用，他能够发挥出来。 然后默默去做，默默去回馈这个世间，但他又能够不争名，不求功，不求利，这个叫做睡莲呐、啊，睡莲斋哈。这睡、个、莲它晚上的时候哈也合起来，它晚上的时候会合起来，会好像合起来睡觉了，睡的睡莲。那你看，你开这样漂亮的莲花，一样。 都是需要地水火风的这种滋润，那你就能才能够开出这样漂亮的花。水利万物而不争功啊，这是体味无我。那你看，你这样漂亮的这种莲花出来，一样都是需要水来滋润的、啊。所以要慢慢去体会，你的我是我能，你的功名成就，你的那些种种的成就，都是需要。 大自然这些条件的默默支撑啊，所以要慢慢去看到这些。那那些我是我呢？我慢才会渐渐降符那流水一样啊，不断的一直在流流动了，也告诉众生啊，无常啊，无我的这些真理实相啊。所以这是《牲金石广场所那它一直在流流动的流流到后来流到哪里呢？到后来流到哪里？流到大海。这是一条河流的。 出海口，这是这边是大海，这个水它流到大海。如果说这个水，哎，我们看后面还有。如果你流入大海之后，它就怎么样呢？跟这个大海怎么样，全然开放，融为一体。所以，当它流到大海的时候，我就是跟大海融为一体，我就是大海。那这时候。 要扮演的是波浪的角色，哎、欸，我就扮演波浪的角色，一样每一个波浪一样在告诉我们生住异灭成住坏空，一样是在跟我们讲法。所以，这些水不管它到哪里，都是在跟我们讲法，无常生住异灭，这样子的哈。当它是溪水的时候，它就扮演溪水这些；当它在那个池塘里面，它就长养这些莲花。 当众生需要用的时候，就进入到众生的身体里面。啊，当他一直流流到大海的时候，就是跟大海融为一体。所以，他都是接受每个缘起哦，接受每一个当下。你当下因缘是怎么样，你就好好扮演你当下的角色。这样子哈、哦，把那生命全然的发挥出来。如果说你流入大海的话哈，你这个是，你这个我啊，自我没有死亡。 没有消失。你流入大海，你是以一个石头掉进去，明白不？你一个石头掉到大海，你没有跟这个大海融为一体，那你就会常常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境界啊，在跟我过意不去呀、啊，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啊，有没有？ 那个就是你自我抓着不放，你在这个大海里面，你没有跟这个大海融为一体，你那个自我抓得很紧，所以你就会常常受那个境界的冲击呀、啊。如果当我是海浪的时候，我就扮演海浪的角色；当我要激起浪花的时候，因缘形成要激起浪花的时候，我就形成浪花这样。 所以就是说、欸，这个也是让我们去了解。就说，如果你没有融入每一个当下的话，你会觉得说，这个境界都在跟你对抗，境界都改改丢。好，当流入大海，流水流入大海之后，慢慢的又有太阳光、阳光的照射之后，然后它又会怎么样呢？啊，蒸发，形成云出来。你看呢？所以这个《大地风云经》哦。 它又形成云出来，然后又随着风而飘了，所以你看，哎，又到处游山玩水了，啊，又到处游山玩水去了。我今天要成为海水，或是要成为这个云，那个不是我在决定啊，这样知道吗？那是整个法界呀、啊，整个因缘呐，整个缘起呀、啊。 不是说，哎，我这个海水，我要，呃，我觉得我在这里很苦啊，我要跳到天上去，我要飞到天上去啊。那个不是我是我能啊，而是整个的这个因缘缘起。好，当因缘形成具足之后，哎，我又在这个天上飞啊，在天上飘啊，成为云呐、啊。那你看，我又这样，要在告诉众生啊，哎，一样，不管我在什么身，视线什么身，我就在告诉众生什么反应。 无常法印，所以云它每一个飘动，它每一个移动到不同地方，云本身有没有在变化？有啊，一样。云它每分每秒它在空中移动，它本身字体也是在不断在变化哦，一样有增有减哦。所以这个都在告诉我们无常法印。再来，还有在告诉我们一个空性，在不？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法印里面，大家要慢慢去体会到什么叫做空性，知道吗？那个无常落本身就有空性。对，对，这些水它要流到哪里？它要怎么变化？它要流到大海，然后又成了云，这个都在告诉我们空性。 无常、无我、空性，你要慢慢去体会，这样子哈。所以空性它不是抽象，它就是告诉我们无常、无我、生灭变化的法则，然后它的生具都是原生原灭。如果不空，它有一个我存在的话，就是说，哎、欸，我这一块冰，我就是不让它融化，不让它溶解，它那个我就会抓住。哎、欸，在我。 或是说我这个流水，我就是要挡住，我就是不流，不流到大海里面。那个就是有自我出来。但是整个法则就是这样不断在流转，在变化。你不流到大海，你最后还是要流到大海。那你心不甘情不愿的流到大海，你就是像那个石头落入大海里面，你嘛削个俩条条，要个尾巴。结果你觉得那个境界就是在给你冲击，这样子啊、哦。 所以要慢慢去体会那个无常、无我，还有空性。你看，哎，城市溪水流水，然后你又到大海，那你看，又来到这里，跟嗨，我在这里呀、啊，哎，又来啦、啊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些他们的出现也是一样啊原，缘生缘起呀，很多方面的因缘条件聚合，它就在飘过来啊。所以我们要去体会。 昨天的云跟今天的云不一样啊！不要以为说看到的都是一样，它都是变化，都是一直在变化。哎，你看，不管你再怎么高，哎，云在头上。告诉你，我曾经是在那个最低下的这些，但是我现在一样啊，你再高，我都可以比你高、啊。哎，在哦。所以就是说，你如果真的能够自我放掉，你能够把那个自我死掉的话。 那你就可以进入那種体会到的说那个法身骗一切，还有就是那个三身里面的应化身、报身，还有法身。应化身里面你会有提到，就是说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者，现何身，有没有？当然这是比较抽象一点。那这个就是说，它的变化无穷。如果说你真的。 无我的话，那么你不会执着在一个形象上面。你要去了解说，说它不会固定，说在我水就是水，冰就是冰，我就是不变，不会这样。该是水的时候就是水，该是冰的时候就是冰，该是成为云的时候，它就就成为云。所以它是接受每一个当下的因缘而显现。那你看，这个都在告诉我们无常，还有无我。 <laughs> 还有缘起，还有星空，这样子啊、哦？这是天空的云呐、啊，天空的云呐、啊，啊，这些实际拍到的，这些故意用、啊、像话哈、哦，像像车像画哈、哦，你看，所以你看啊、哦，大自然、大地、风云经都在告诉我们无常、无我的法印，还有在告诉我们空性。 在告诉我们无我，所以啊，这个我们的朋友啊，E.T. 呀、啊，这个 E.T. 啊，他就告诉我们：你要去看到空，要去看到云，告诉我们无常无我，告诉我们空性。再来哦，你体会到空性跟空还不一样哦，不要以为空性就是空哦。你要先去了解无常无我，先去体会到空性，这个就是先知法住。 法住智先见缘起法，那以后还要在更深一层去提升到空。